九德国小之前种很多树木，啊，因为对这个树木哈没有深入的研究了解，啊，也没有做一个事先整体的规划，啊，结果等到这个树木长大之后呢，落叶就造成环境的脏乱，啊，然后校内的那个植物哈长大之后，那个树根隆起，造成这个地面凹凸不平。还有推起这个围墙跟排水沟，造成它们扭曲倾斜哈，啊，对环境有很多不良的影响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种树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，对它要有所了解。啊，刚好我们学校的老师跟慈心的志工是认识的，啊，有机缘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。啊，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来报名参加，让师生哦对于种树啦，好环保教育哈，进一步的了解。当初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就是比较属于少利用到的一些机龄的土地，就是有一些老师就建议说，哎，为什么不来种植一些有用的一些蔬菜或是水果之类的东西加以开垦？那顺便呢，也可以给小朋友这边。做一些食农方面的教育，那就是在一次的因缘机会里面，我们发现有饥饿三十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们就想到了，我们来成立一个小农市集，一早小朋友就开始来进行收成，他们要把我们最新鲜、卖相最好的蔬菜进行义卖，因为他们心中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些的收入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远方的受饥的小朋友还有家庭。我想这一些幼小的种子必须要从小在他们心田里面就必须要播种，透过他们辛辛苦苦所栽种的蔬菜，他们知道这些钱不是那么轻易得来的，而是由透过他们的汗水，他们的辛苦的努力，这样子的让他们觉得说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可能不是只有千或是万来形容的。